这个一看就是艺兴的嘛，不能是朱桢的嘛。专辑三胎，会不会被人支持呢？会不会被喜欢呢？有没有机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呢？好，观众的这个喊声已经帮你回答完了。其实我知道我粉丝朋友们很支持我们，其实我还希望得到像大老师啊，或者一博啊，包括苏龙啊，然后所有的音乐人的认可。我们都认可呀，认可。因为我们觉得只要努力做音乐都是那个特别棒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其实一方面是欣赏这个艺兴音乐的专业性，更有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看他的这种努力的成果。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艺兴特别努力，对对对，掌声给他加油。对对对，谢谢。